我都不算了，哎，不是吗？我可是那个，我能找你爸爸了，妈妈都不用我。如果我你跟你，你找到他就找到我，好，行吗？那时候我单独给你，欢迎再拍一下，再拍一下。没事，老师，3、2、1。 昨天晚上回去听了一首，我刚想起那个老师跟邓丽君唱的一首《Endless Love》，超喜欢那个，对我这都听到我感动哭了。是是，不要看我现在。好激动。太喜欢了。因为你是太，是最喜欢的。哎，不行，老师，因为父亲。 从小他的感染就一直过去，然后他们知道当时跟你合作的时候，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开心。哦，对，因为还有你不能那么感染。那么那，你想你怎么办？你想唱的不要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妆也画好了，快猜呀！神经，谢谢。一会儿再，老师，老师，下一次我。 谢谢，给我机会，可以，可以。谢谢，这是荣幸，老师。我跟他唱完了，到现在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邓丽君老师也是我的偶像，然后刚好今天就是跟老师聊了聊天，对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